我觉得上年拜手一号嗰日，嗰阵我喺屋企揾嗰个关于 DSC 成绩表噶嘛，因为佢话如果你要 fact check 自己嗰个成绩咧，就一定要用呢、這个。DSC 成績表，但係我哋嗰年嘅 DSC 咧，係唯一一年因為疫情，所以個成績表遲派啦。其實嗰啲疫情都係好早咁，好快畢業典禮啊嘛，即刻派噶嘛。我哋嘅如果冇估錯，我哋嘅成績表咧係嗰陣十月中先派啦。十月中嗰陣時候，我讀緊飯，仲喺飯店啊。冇人通知先，成绩原来我冇攞，我仲 keep 住个樽，只系普通嘅 DSC 嘅成绩通知书咯。或者放榜翻学校攞嗰时都有攞埋噶，最多我都有呢个通知书，再加呢个中六嘅个毕业证书咯。唔系，后屘唔系，当我睇嗰、那个名嗰、那个带嗰个提示，佢写住话可以带。其他成績表，例如基礎文憑啦，咁我基我放啲 science 嗰個成績表仲喺度啊，唔係個除咗個成績表嘅紙本咧，仲有電腦版嘅，我可以話嗰個電腦版係個成績表係留咗足有三年啦，兩年半啦，應該唔係好難講啊，嗰、那個成績表就係、是。我完咗飯碟之後嘅暑假派嘅，電喺電腦 download 嘅，跟住喺我電腦已經 save 咗兩年啦。又或者我部機更新要重新裝過，我都會將嗰個成績表咧係擺埋一齊嘅，因為好簡單，個成績表都好重要噶嘛。如果你冇咗啲成績表嘅話，你等同於係個廢人一樣。我諗翻起我屋企人，上啲咪翻工嘅，要搜一搜自己個成績表啊嘛。咁佢讀呢個工大啊，畢咗業好耐啦。喺我中六嗰年已經畢咗業。如果揾唔翻個成績表咧，佢就變成真係變咗個廢人。即係你冇成績表，咁就代表你乜嘢？代表你一個連大學都未讀嘅人啊嘛。所以話咧，成績表點都好重要，特別係 high 啲啊。話説話我哋嘅 high 啲成績表就係幾考，就係禮拜四啊。但係應該唔會朝頭九點，應該係凌晨就派嘅，因為我記得我 sem two 嘅成績表都係凌晨派啦。打垃圾嘅時候，個 friend 同我講話有得 download。講完先，我特別咧，係啊，有一部光咧，我揸個轟炸機，跟住俾一架，睇下你升機到咁多啊。跟住咧又有一個 stop 乜乜乜，唔使睇都知，又係嗰兩個嘢撲街。一個叫做 Vineta 咩五八七零。
另外一個 Doctor 兩個一齊玩，結喺個 BB 就攬係扮曬天才咁樣就話呢、這個人我見過，話因為隻星機夠唔夠佢打又乜又成咁樣。佢個 BB 網 BB 嘅名叫做咩牛戰咩牛戰士不想睡大街，牛戰士不想睡大街。多句整到咧，佢真係扮真係整到自己變咗個天才一樣。我諗緊弱智，佢只不過係一個淨係對人隻星機最大幫助嘅啫。即係話佢最耍家只有一人隻星機，唔係一人隻星機爆咗，兩個人咪即刻落咗。我記得我有一班火創，以前咧有一班火創單咧。當佢個車爆咗之後咧，佢即刻睇我隔離掉嚟，不過我死唔到。跟住琴日 run 就以為兩個人搞得掂，點知冇諗過 MITH 嗰個戰隊收曬佢皮啦。我諗緊兩條友打有一出奇咧，都係 camp 喺人哋司機度，一個一個牛戰士，一個諗翻起上啲月幾。我真係玩試完點啊，又一彎，冇幾耐對面隊成堆揩氣，我哋差啲輸啊！我都殺咗百幾個，我記得好似係。跟住我嗰陣揸住個拉姆喺 F 區嗰度啊，然之後見到有人隻星機唔知邊個啊嘛，冇幾耐見到有條友仔就即刻衝過嚟啊，就話：喂，人狗！跟住我心諗殺隊咁多一次之後咧。在那個貼吧見到關於我的 post 即刻就衝過來了，就說哎，請問這個人是誰啊？為什麼被我打死呢？很簡單，兩個人一起，我可以說你隊伍我都要兩個人，有沒有搞錯？夾攻才打贏我，搞的一個人不夠打，一個人就擴增了，搞笑。反正他兩個都是廢柴的，最多是 cam 人家的星機沒有了，就 game 沒有了，他們